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在今天开幕的2019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正式宣布开板。那么，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的，从去年的11月初的宣告到改革方案逐步清晰，再到开板，这个全新板块的到来呢，只用了短短的200多天，实力演绎了科创速度。 在2019年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市长应勇、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为科创板开板。易会满表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基础制度安排，着力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做优做强、发展壮大，支持有发展潜力、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创企业发展壮大，通过改革增强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允许未盈利企业、同股不同权企业、红筹企业发行上市，进一步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循环机制。易会满表示，设立科创板是一个全新的探索，作为新生事物，发展前景广阔。 但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在初期，企业高估值发行等现象可能会增多。市场各方既要保持热情，也要保持理性冷静。开板初期，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加之新的交易机制需要适应，不排除出现短期炒作、涨跌幅较大的情形。易会满表示， 在试点初期，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这也可能引发一些市场风险。对于上述问题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已经尽最大的可能予以评估、完善，并做好相应的预案。同时，我们将坚持 边试点、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持续的优化各项制度安排。的确，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存在着技术迭代快、盈利周期长的特点。科创板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需要不断的磨合。那么，它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将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业内专家的解读。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各方都在期待科创板平稳开局、稳健运行。要推动市场生态逐步趋向成熟理性，还需要其他的制度创新和法律配套。它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要有一套社会的识别机制，包括信用机制。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到科创板上市，这个是要很好的进行筛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系列制度创新使科创板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推动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和韧性。对于我们整个国内这个 A 股市场提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提了一个新的一个上市的标准，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凝聚和提升投资者的这种信心。科创板的推出恐怕是这个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它使得这样一些处在发展相对早期的这样一些企业， 能够突破一些以前的一些这种束缚吧，或者说障碍，然后实现一个在公开市场上的一个融资。业内人士还表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不仅仅是一次制度层面的创新，也是 A 股市场的一场观念变革。对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弥补制度短板、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 要形成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长期，而且以此为契机啊，来推动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我们这个观念的一个转型，啊，同时呢，调整我们整个的规则体系，同时也修改我们的法律，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啊。 科创板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新生力量，也是今年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截止到6月12号，科创板已经受理了122家企业的申报，那么其中6家企业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核。我们现在就通过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科创板的知识点。为什么设立科创板？科创板是上交所新设立的独立股票板块，定位于符合国家战略、具有核心技术、行业领先、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市场认可度的企业。创立科创板目的是推进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使其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包容性。科创板有何重大突破？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可以使发行效率大大提升，信息更加透明，减少了人为干预，并把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交给市场来完成，符合市场规律。此外，科创板还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允许红筹企业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上市等。科创板交易制度有何变化？科创板每手为200股，单笔申报买卖数量不小于200股，且不超过10万股。 每日的涨跌幅限制为20%，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个人投资者如何参与科创板？个人投资者需要有2年的交易经验，且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 另外，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天开幕的陆家嘴论坛上还提到了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大要点。他指出，必须要正视一些地方房地产金融化的问题。他说，凡是靠着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郭树清指出，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住户部门杠杆率急速攀升。 相当大比例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全社会的新增储蓄资源1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一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贷资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助长了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不同地区的房价有涨有跌很正常，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证明。 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是靠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都很不划算。郭树清还表示，经过2年多的持续整治市场乱象，我国已压降13.74万亿元的高风险资产，由此缩短了融资链条，降低了融资成本。 但一些风险点仍需高度关注，坚决防止结构复杂产品的死灰复燃，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目前，国际上正在出现放松监管、使影子银行回潮的趋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证监会近期将出台9大措施，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易会满表示。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证监会都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坚定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证监会将陆续推出一揽子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第一是推动修订 QF 的制度规则，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第二是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 允许合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实现一参一控。第三，合理设置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资质要求，特别是净资产的要求。此外，还将全面推开 H 股全流通改革，持续加大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 放开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沪港通、深港通交易的限制，研究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研究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更加便利境外机构发债融资。当前，全球金融市场高度互联，风险极易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交叉传染。 甚至联动共振，这是各国资本市场和监管机构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将加强与各国监管同行和国际组织的通力合作，联手防范，应对各类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也表示说，我们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同时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潘功胜介绍说，5月之后，受到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 但这与几年前外汇市场对外部冲击的汇率贬值、跨境资本流出、外汇储备下降的高强度的反应不同。当前我国外汇市场的风险缓释能力已明显增强，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中国企业和住民在外汇市场的行为更加理性有序。 外汇市场供求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比较平稳。潘功胜表示，近年来，面对曾经出现的高强度外汇市场压力，我们灵活运用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避免了汇率无序调整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对国际国内都是有益的。境外投资者配置这个中国的债券市场，前5个月净流入是5000亿元，其中5月份呢是净流入是1688亿元。我们在应对外汇市场波动方面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我们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潘功胜介绍说，接下来将继续加快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双向开放，促进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看。 针对美国近期威胁称，如果在今年的 G20 峰会期间，中美双方不会面，美国会立即对中国输美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进行了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做法。对于贸易战的立场，我们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继续升级贸易摩擦，我们会奉陪到底。对于近日美方称不想支付关税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高峰则回应：2019年1至5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460家，实际使用外资3690.6亿元，同比增长6.8%。 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28.9亿元，同比增长12.4%；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501.1亿元，同比增长4.2%。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体系，而且营商环境正在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不断升级，前景十分广阔。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摩根大通银行、高盛等等一些机构研究也都表明，美方加征关税的成本几乎都落在了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身上。 美国政府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由，频频地挑起经贸摩擦。那么，中美经贸摩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今天举行的中美贸易关系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进行了解读。 它的经济结构呢，是高消费、低储蓄，又要做投资，那么资源从哪来？那你只能从其他国家那来。而且美国在这些年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下，美元的这样的安排下，尽管它有一个高额的利差，但是总体上来说它是受益的。在科技创新领域，针对美国认为中国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这一说法，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全球价值链在各国进行分工，国际上的技术转移是一种常态。我如果一个企业我不愿意转移这个技术，我完全没有必要去参与这种商业交易。至最后的具体的利弊权衡是企业来做的，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叫强迫技术转移啊。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国际产业这个生产力的这种前沿也不是固定的，后发者追赶，他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去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那么最后他有可能这个成为领先者。 针对草地摊业鹅正在我国自南向北蔓延的紧急情况，农业农村部今天提醒，目前防控形势严峻，下一步要确保玉米主产区的生产安全。据了解，草地摊业鹅主要危害玉米、甘蔗和高粱。目前向北迁飞已抵达河南南部和江苏、安徽北部。截至目前，草地摊业鹅已在18个省份的900多个县市区监测到，发生面积达380万亩。重点防范区 主要包括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15个省份。这个区域是玉米主产区，目前害虫还没有大量迁入，要重点设防，及时诱杀迁入成虫，主攻低龄幼虫防治，力争将危害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韩长赋表示， 防控要按照严密监测、全面扑杀、防治结合、分区施策要求，全面监测预警，及时有效处置，确保草地摊业鹅不大规模迁飞、不大面积连片成灾。目前，中央财政已下拨5亿元专用资金，组织购置药剂药械，支持重情发生区和迁飞过渡区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治。同时发布的25种应急用药目录供应比较充足。 因为去年秋冬季大气治理不力，河北省的保定、廊坊，还有河南省的洛阳、安阳、濮阳，山西省的晋中等6个城市的市长今天被生态环境部约谈。那么，这也是今年生态环境部针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问题的首次约谈。约谈指出，上述6个城市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秋冬季期间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不降反升，空气质量明显恶化。 特别是近期专项督查发现，这些城市蓝天保卫战部分重点任务没有完成，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滞后。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控应对不科学、不精准、不到位。这个扬尘管控也是时紧时松。我作为市长啊，对此啊 要负主要责任，没有完成生态环境部下达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目标任务，影响了河北省大气污染治理形象。我们深感沉痛内疚，自责不安。根据约谈指出的问题，6个城市应及时制定整改方案，于20个工作日内报送生态环境部，并抄送所在省人民政府，同时向社会公开。 今天是国务院实施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后第一次公开约谈，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下一步，对工作不力、责任不实、污染严重、问题突出的地区、严重滞后的城市进行严肃问责。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指出说呢，这个地方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承担外债偿还责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的外债，不得为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来提供担保。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需要持续经营不少于3年的时间。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波音客机。美国波音737 MAX 机型被全球多国停飞。日前，部分波音737飞机呢又爆出了部分零部件不合格。我国民航局今天回应说，部分波音737机型恢复运行之前，安全问题必须解决。民航局已经接到美国联邦航空局就是 FAA 关于部分737NG 和737 MAX 飞机的 前缘缝隙滑轨存在制造质量问题的通知。据了解，美国联邦航空局日前披露，一家波音供应商制造的被称作前缘缝隙导轨的部件可能存在问题，有问题的部件可能多达148个，受影响的飞机超过300架。 既包括正处于全球停飞状态中的波音737 MAX 飞机，也包括一些前代737NG 飞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已要求波音公司立即更换这些零部件。民航局今天表示，对于 737NG 系列飞机，民航局已于6月11号发布了试航指令，要求国内航空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对受影响的飞机的主泵翼滑轨组件进行检查、报告、更换和退返。对于存在相同问题的737MAX 飞机，波音公司正在制定相应的服务通告。我们民航局将密切关注 FAA 和波音公司的后续的措施，在飞机恢复运行前，有关的安全问题必须得到下一轮解决。乘坐网约车遗失了物品在车上怎么办呢？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日前公示了国内首个针对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有一条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要求司机归还遗失物品的时候呢，乘客可能要和司机协商支付合理的费用。记者从滴滴出行了解到，目前发生在滴滴网约车上的物品遗失行为比较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滴滴共协助乘客寻找遗失物品近42万件，平均每个月找回失物近10万件。不过，网约车遗失物品找回难的问题一直存在，有超过30%的物品无法找回。寻找这么一件这个遗失的物品，客服呢平均需要拨打6通电话。沟通时呢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这个双方相互责怪，送还的这个成本就是很难谈拢，那么相关的人员呢也不接电话，车内的这个环境呢取证难等等这些问题。滴滴表示，出台相关措施是为了规范与滴滴司机归还遗失物有关的行为，减少纠纷。记者发现，办法里有关乘客遗失物品时需要承担的义务中写道，在乘客无法自取物品时，可以与司机协商付费。费用可包括保管费、快递费、运输费以及乘客承诺给的送回奖励等。而如果通过协商无法解决，办法规定，司机则应将遗失物品就近送至公安部门，方便乘客自取。我们的法务呢，也是咨询了一些法律专家，根据这个物权法的这个有关规定呢，这个实际上失主呢向这个拾得物品的人呢支付必要的感谢费呢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也是存在这个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据了解，此份办法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公示期7天。公示结束后的2周内，滴滴会结合反馈意见和建议，决定是否对这一办法进行调整。那么对于滴滴出行的这份征求意见稿呢，网友也是争执不下。有的网友就赞成说这个司机不是闲的没事儿，所以合理收点来回路费没有问题。也有的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呢，这个网约车主归还客户的物品本来就有义务，不该收费。那么法律人士会怎么看呢？来听一下。在律师指引下，记者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我拾到了物品，我交给你，我1分钱不要，那我这叫拾金不昧，我做好人好事儿，大家就表扬他。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我拾到了物品，然后我可能离了很远，我自己可能又付出了一些成本，然后给你送回来的时候，我因此可能说是产生了路费呀、必要的费用，向失主来主张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这种主张来在道德层面来对它进行贬低。而同时，也有法律专家主张，网约车的法律场景不是陌生人之间，而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这种场景下，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安全保障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有应尽的协助和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商家包括平台和司机都有义务履行对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一是要妥善保管，下车之前提示乘客，再遗失了也只能说明平台和司机提示不力，那么也有义务就自己的过失完璧归赵，而不收取任何费用。因为你已经收取了消费者交付的这个费用了，也就是打车的钱。不论从道德上，从法律上，毫无疑问，我们都能够找到司机应该无偿归还失物的道理。但是也许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规定司机必须无偿归还失物，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们不排除一些司机还是会归还的，但是也绝不能排除有一些司机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那如果是这样呢？部分乘客一定永远找不回自己的失物。同时呢，还会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有一些不太贵重的失物，也许价格都抵不上司机来回的油费。那么司机到底应不应该长途跋涉归还呢？ 所以从结果上来说呀，从效率上来讲，也许有偿归还失物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尊重现实，尊重人性，才不会让结果变得被动和尴尬。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更是我国发展双创工作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在今天召开的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去年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共创空间的数量同比有了大幅增加。 在杭州最大的创业基地余杭梦想小镇里，聚集着众多的创业公司。董源是极客创业营的创始人，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公司完成的孵化项目就超过300个。对创业者来说是，带来了一个他自身可以去实现梦想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同时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给社会能够带来更多的这个回馈。截至2018年底，全国创业孵化机构总数达到11808家。 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为4849家，同比增长19.2%；共创空间6959家，同比增加21.3%。全国在孵企业和团队有62万个。专家表示，双创不但给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机会，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会创造出很多新的业态，很多新的产业，而且很重要的，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 他们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技术模式，包括新的理念。好的，再来关注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近期常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会发现，收益率呢是一跌再跌。截止到今年5月份，银行理财平均的预期收益率已经是连续15个月下降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未来走势又会如何呢？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银行了解到。 今年以来，市场上发行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一直呈现下降态势。理财这一块的产品都有一点点下滑，但速度不是很快啊，但是有明显的感觉啊。以前最早我参加理财的时候，大概是5点多呢都，现在能上4点多就已经算高的了。根据普益标准统计。 5月，银行发行的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4.13%，较上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下降的不仅是理财产品的收益，还有理财产品的发行量。5月，390家银行共发行了8649款银行理财产品，产品发行量比4月减少636款。业内人士表示，去年资管新规推出后。 银行都在压降传统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的规模。人民银行资管新规推出以后，我们的预期收益型的理财其实规模都在压降，但是我们净值类的，就是新的这种理财是逐渐发售量在上来。净值化的产品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是占到我们所有产品里的大概20%左右规模，到了就是截止目前吧，已经达到了将近40%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很多投资者已经从购买传统理财产品转向新产品。今年我那又到期了呢，5月份呢，我又买的是净值型的。产品数量下滑呢，主要是银行理财近期的话处于一个净值化转型的过渡期，近半年呢总体的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从产品结构来看，传统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下降的降幅较大。 银行理财市场呢正在加速转型，那么同时各银行的理财子公司正在逐渐的开业。和以前相比啊，这些子公司推出的新型理财产品的门槛很低，有的呢甚至1块钱起购。赵女士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有几年的时间了，最近她想再买点理财，一大早就来到了家附近的银行网点。我手里有点钱，我想看看办理一个什么理财啊，是什么存款。 因为我听说咱们行里推出一个新型的理财内容，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收益有多少，风险有没有？赵女士说的新型理财产品是刚刚成立的工商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新型理财产品降低了投资门槛，很多产品1元起购，相比传统理财产品1万元或者5万元的起购金额，适合更广泛的投资者。在期限方面，与传统理财不同，新产品注重长期收益，未来会发行10年期的理财产品。徐祥军在工银理财负责理财产品的规划设计，他告诉记者。 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刚刚成立，在产品设计方面，目前以稳健型为主。银行理财子公司在产品投向上与之前相比有更多的空间，发行的产品可以直接投资股市和企业股权。我们在成立子公司以后，和以前相比的话，实际上在投资的范围、产品的品种方面，实际上都比以前要多了。真正发行这种股权的产品，基本上是这种期限啊，各方面都是与整个。 股权持有期间，或者是与整个企业的成长，基本上是相对应的。老百姓选择理财产品，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可选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类别。据多家媒体报道，2艘邮轮今天在阿曼湾海域遭遇了水下武器的攻击，发生爆炸，船上燃起大火。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船只前往救援，救出了44名船员。2艘载满原油的邮轮呢，分别是悬挂马绍尔群岛和巴拿马国旗，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驶出。巴基斯坦和阿曼的港口接到了邮轮的求救信号。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官员称，2艘遇袭船只载有与日本相关的货物。 伊朗外交部部长扎里夫今天晚些时候表示，这一事件相当可疑。他呼吁有关各方就此事开展地区对话，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公安部今天通报了净网2019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利用软件恶意抢占知名医院号源案、为网络黑灰产业洗钱的第四方支付平台案等。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继续聚焦民生热点问题，重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国新办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全国安全生产情况。今年1至5月，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5万起，死亡1万人，同比分别下降16%和18.1%。12个重点统计行业领域中，有9个实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漳沪高铁今天开始动车组重联试运行。漳沪高铁全长286.8公里，连接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设计时速每小时250公里。全线将于今年年底和京张高铁同步开通运营。今天，甘肃敦煌出现沙尘暴天气，敦煌市气象局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受此影响，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临时关闭。 具体开放时间视天气情况再行通知。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夫人萨拉·内塔尼亚胡当天就公款叫外卖案签署认罪协议。萨拉将归还国库4.5万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7000元，并支付1万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9000元的罚款。 尼泊尔旅游局12号已成立一个5人小组，在专门评估现有登山政策之后，将做出改革，以解决珠峰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2019年春季登山季，因为珠峰南坡多人死亡、珠峰顶端拥堵，尼泊尔政府饱受批评。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箭将3颗加拿大地球观测卫星发射至目标轨道，随后。 火箭第1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1小时后，3颗卫星在目标轨道成功部署。英国苏富比拍卖行近日宣布，一辆1965年款阿斯顿马丁 DB5 敞篷跑车将在8月进行拍卖。这辆车曾被美国电影公司购买，用于007电影拍摄。拍卖价格预计在400万美元和600万美元之间。 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在新疆伊犁河谷5万亩薰衣草呢，已经是全面进入盛花期了。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晚上同一时间。